请当中的苏主笔前道主公，坤道主公，点传师好，点传师好。好，各位亲戚大家亲，好啦，吴尊严，好啦，张天老师，好啦，苏先生过完，好啦，梁姐，吴梁姐，各位左右弟弟在这，各位亲戚大德，大家早安。点传师早安。今天呢，还是讲是一个非常特别。这个日子，也就是这个母亲节。那首先呢，好好借着咱今日这个时间，伫遮来祝福了解咱在座各位，以及咱天下所有的母亲会当永远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福咱大家。那当然呢，对于了解一个母亲节伊个历史书信，无非定今日嘛，就是伊呼唤了着所有天下的所有为人子女的人个。那么对于了解母亲伊即种无畏牺牲奉的一个。精神母爱，爱特别的去甲伊注重，因为是大人在伊这个怀胎十月怀胎三年如母，十年教育，会使讲是含辛茹苦，相信少年的一辈，人讲手抱孩儿，正在父母身。有当时啊，伫还未结婚、有子女的时阵，无定着，无法度去体会母亲的这个辛苦。因为伫咱目睭所去看到，甲真正妈妈所去承担着的当下。是天恩之别，咱咧甲看，有可能讲哦，妈妈足辛苦，但是妈妈伊的辛苦、伊的付出、伊的流露咧，也会使讲是用这个言语咧，咱得去甲伊形容。所以讲咧，对于了母亲的伟大，唯有就是肯定在于肯定。所以讲咧，伫每一冬五月第二礼拜咧，来定位了解一个母亲节。那当然，借着这个日期咧，会当个做一种个庆祝、呼唤、舒心的这个日子。若无，袂对母亲较好，若一冬甲人一拜。可能嘛无够好啦吼，敢是吼？所以讲起咧，今日是特别日子啦。那当然伫咱平常时咧，对着这个母亲是大人，当然拢总是爱以着敬重的心，因为是大人对咱咧，会使讲是付出的拢总是无微的。当然咱福建人他个自比讲的呢，就是讲母亲伊用的心情呢，应该是比爸爸的心情付出也较大。所以讲呢，对于了解母亲呢，咱要安怎会当去甲伊做一种的敬重，而且呢，会使讲是每一天呢，唔是。安尼咧，才会当真正来流露了着这个孝
的迄个价值。因为伫这个后来讲起，是咱中国固有哦的这个文化，因为人讲食果子呢拜树头，无是大人就甲咱囡仔讲。当然在过去呢，有一寡可能在伊对标的这个咱中国优良的这个传统文化，无去了解。为难的少年人嘛有迄种感觉，因那个的成功，是由于个人打拼起，伊出生入死，伊去打拼而成就的，所以未必去感觉讲这是时代人赋予的。但是咱平常时所讲的，咱的今日去偌大的成就，偌好的成就。都是咱爸爸妈妈给咱的，敢是？敢是？即使就是讲，无着你勇敢承认，你今日去开辟了一片天，是你去付出，你的辛苦付出是不可抹杀。但是若无老好势，咱等到今日去成就的机会，应该是无啦吼。所以讲咧，伫这所在无论安怎讲咧，是大人，阮拢总是咱一个非常一个尊敬的爸爸妈妈，需要咱咧如何去对伊一种的敬重，当然咧，这是咱针对了着咱伫后天是咱身躯的妈妈。但是也有一个生咱人性的妈妈，敢有？敢有？那个阿胜听不懂吗？听不懂。阿嫂，阿嫂，阿嫂听懂吗？听不懂。太过。好，没关系哈。所以讲呢，你这个。我说讲对。事实讲咧，咱今日去大家拢有得着道，得着道的时阵呢，当然咱拢知影，咱有一点的灵性，那一点的灵性是来自妖顶天，来自妖顶天。当然，咱伫道场所讲的，咱是老母娘的分灵化身，分灵化身。所以讲，咱的灵性是永远不生不灭。身躯有生灭，但是灵性无生灭。所以讲起，咱阁有一个根源。那么嘛，就是咱生命的根源，是咱万事万物的根源，不是咱人，是老母娘的分灵化身尔。互咱看会到的繁琐忧愁。同款的拢总是咱老母娘所孕育而的，所以讲起呢，咱每一个人的生命，有了就伊的源头，就是来自伊了上天老母娘给咱的。所以讲，伊中药则来讲，这个天灵之为性，失性之为道，修道之为教。上天伊赐予咱一点个灵明自信，当然咱伫土话讲叫做灵魂呐。那么咧，用个灵性主宰个咱身躯个主宰者，那么一点个灵性，由于伊就是不生不死，只是咱人伫活个时阵，灵性伫咱人个身躯，但是百岁年老，灵归何处？人讲生者从何来，死者从何去？其实，咱就是要找到生命的根源啊，找到生命的根源。若无咱今日，拢等下讲人若死，请师父来上经，请导师呢来上经，讲要甲伊登西方啊。登西方是啥物？要登西方，就是灵性要登西方嘛。那么呢？
伫这个所在，予咱一种个体会，其实毋是今仔日师父道士甲咱上经个当东西哦，是咱在世爱去找着生命个源头，就是亲像咱来道场求了个。因为过去千里好命书办伫求好个，修个人是要找着转去个路，就是生命个根源个来处。所以讲呢，咱这次上天慈悲，咱感化了这个大道，予咱会当来找着回家路。咱未来呢，到有法度回归到咱去到咱老母娘的身躯边，嘛就是咱生命的源头。所以咱来甲想，伫予咱尽拢在尊敬朝拜，拢是过去的修行人。那么过去的修行人修行，伊来成就了着佛菩萨，倒转去归位。那咱今仔日会当效法了着诸佛菩萨，来找着倒去的路。伫咱在世就已经行向倒去的路了后，其实尤其是咱得着道，咱会当好好来修行学道。其实呢，伫咱百岁年头，咱个个拢会当倒转去到咱的无极里天。尤其是大道普渡普传的时阵，如果若毋是有得着道，其实过去是大道人生，伫即处若有得着道，要倒转去有困难。若无弃天大仙的，为虾米爱来得道？咱拢想讲，伊已经成佛啊，成仙成神啊，为虾米有弃天仙的来得道？也就是上天降这个道。嘛，就是要让伊得到这个道，才能超生了世啦。那何况讲是咱是人啦吼。所以讲呢，咱在各位前人在地，咱有得到道吼，咱嘛是爱好好对咱世间生活咱身躯的老母敬重伊自我，咱做一个老母娘吼，咱呢同款吼，嘛希望伫未来呢，拢会当和和欢欢欢。登去到咱的高家乡，借着咱得到道了后，大家当好好来度人救人，也当修行学道。那么嘛，甲咱度人救人、修行学道的功德，也当回向予咱爸爸妈妈，让身体健康，食饱饭。那如果伊无得到道的，嘛会当来庇荫伊，会当倒转去。所以这也是一种大好的表现啦吼。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，因为到点半要点到吼，可是呢，就到这个所在，希望呢以后更加较侪机会、时间会当交咱各位前人来听呢，来踊跃参加。咱五月后礼拜礼拜是 K 一班。这礼拜甲延后礼拜，因为咱今日已经庆祝好成绩啦。五月二七，只要有咧点到，只要有咧点到，希望咱会当多人咧来求到，是安好？最后，我而且祝福咱各位前程大展，会当好心情、快乐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以上。Yeah.